你自己看看，写的是有鼻子有眼的，说周东风跟文雅秘密结婚，说你姐是他们雇的保姆，这都什么呀？哎呦妈，别为这事生气啊！你说您明知道这是造谣了，那么当回事儿干嘛？我能不当回事儿吗？他们造的是你姐的谣。 我都不明白，你周东风，你也是？你说你跟那文雅，你瞎来往什么？你还让他到家里去做饭，你这不是找人让你胡写胡编吗？妈，我觉得这事儿不一定怪周医生，说不定是那文雅提前通知了记者去偷拍的呢。干嘛呀？他愿意让人胡写他？炒作呀，妈！这女演员要是想出名，这上万人没新闻。 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给您沏杯茶去，咱消消气儿啊！我不能让你姐受这委屈，文雅，你这阴谋也不想得逞。哎，妈！妈！ 哎，妈，自己看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我们剪的是你未婚妻怎么成你们家保姆了？你什么时候跟文雅秘密结了婚了？哎妈，这都是舆论新闻，这种八卦你都相信？这都是捕风捉影的事儿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捕风捉影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安的什么心？你是要我们家剪子，你还是要我们大花蝴蝶文雅？ 不是妈，你有你这么问人的吗？闭嘴！我今天就是要问问。这事儿你还用问吗？我肯定是要苏简的。哎，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哎，这回行了，妈，周医生都亲口说要我姐了，这回您放心了吧？放什么心呢？我，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那文雅为了炒作，弄的狗仔队。 上周医生家偷拍，他对周医生他贼心不死，是不是？你说他今天弄一场，明天唱一出，没完没了，怎么弄？嘿妈，那你说能怎么办？文雅是个大活人，我们俩总不能把他绑起来，不让他出门吧？这就是亲者自清的事儿，我们俩心里清楚就行了，还能怎么着啊？什么清者自清啊？光你们两个清楚了不行，得让全世界都得清楚。那您看这样行不行？ 我在这个报纸上啊，发表一个声明，表示我跟文雅的确是没有丝毫的关系，这样您满意吗？这样你好是好，可是你这样吧，你只证明了跟文雅没关系，你并没证明跟我们家剪子有关系。不是周医生，那文雅多能胡搅蛮缠呐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声明了，你跟他没关系，明天他弄出点事儿来，他告诉你跟你还有关系。 你天天声明去吗？你受得了吗？妈，那您说怎么办？对，您给我指条道，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。要我说，你得跟那文雅彻底的断了，而且你得想办法证明你跟简子有关系，你们是名正言顺的坚不可破的关系，这样文雅才能死了那条心。那您说我怎么做，他才能死了这条心呢？跟我们家简子马上订婚。 订婚，对，你们俩订了婚，文雅必定死了心。